手拉手展现气势，林智坚请辞新竹市长后，合体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公开宣布桃园队来了。这两天我们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相处哦。昨天我遇到文灿市长的夫人，我特别跟大嫂说声抱歉哦。这几天我和文灿市长相处的时间比太太还多啊。趁着对手张善政自主管理期间，林智坚动作频频，被解读是指导深蓝票仓意在拔庄。绿营内部民调也曝光，桃园三角都林智坚领先张善政超过11%。细部分析，市政治理经验，林智坚大胜张善政21.2%。我们是要做一个不分蓝绿的市长，五星级的小智市长。我们是要跨越蓝绿，跨越族群。强调林智坚接棒就是十星级团队进驻，只是连日来林智坚的论文抄袭争议还没落幕。你这事情才刚开始，连回应都不回应，然后就说我提告了，我不再回应，用这种情况混淆视听，然后你就说我们来讨论民调，或者说我民调很高啊，这不就是逃避吗？这不就是心虚吗？我相信，桃园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哦，最后我们会赢得胜选。挥别这一些旧的抹黑跟攻击。针对争议定调不正面回应，桃园选情白热化，弥漫浓浓烟硝味。华语新闻陈明燕、吴明燕、张亚竹，台北、桃园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